哎，有觉得我老了吗？有觉得我的嗓子怪怪的吗？周杰伦对决酸民，我嗓子坏了吗？自嘲被球迷要求演唱会延期 ，IG 红翻。你好，你好。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15号在马来西亚的国家体育场开唱，45000位观众嗨翻，创下华语歌手在该场地开唱观众最多的记录。由于啊1月18号就是周董生日，全场还大合唱生日快乐歌。哎，有觉得我老了吗？有觉得我的嗓子怪怪的吗？那就好。那有些人演唱会是不能录影，不能拍照，我开放让大家可以拍。我自己回去了，要来到这个场地唱歌不容易耶，要看到你们真的是不容易耶，对不对？不然很容易可能就被人家取消演唱会了，不然可能就被延期，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不过嘞，演唱会由于搭建舞台压缩到东南亚杯足球赛入场的观众人数，部分买不到票的马来西亚足球迷怨气无处宣泄，甚至官报周董 IG 要求演唱会延期。大家都有我的 IG 吗？会不会因为这次的这个足球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我的 IG 哈？那我的 IG 先讲好哦，只能留言要留好的哈，因为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人，知道吧？那老实说，你们到底想不想参加我的演唱会呢？想。知道很多人喜欢看足球，没有，还是我下次练一个边踢足球边唱歌。算了，因为我是打篮球，是我的铁粉都知道我的个性呢，是很直接的。在以前呢，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如果有球迷说，还我演唱会，还我演唱会的场地，我一定说怎么可能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已经有小孩了，你们要看足球的话，我说好啊，我配合你们来看足球好了。但是呢，你们足球应该已经踢完了吧？踢完了。我会不会把明年或后年的这个曲目都唱掉？然后你们就觉得，我还是看球赛好了。所以如果之后再回来办演唱会，你们还会来吗？让我唱到爽为止。带来这首《说好的幸福》。